急死了。哟，哎，好的，咱俩的爹祖韩虎，就你帮爹的吧。韩虎里面讲究我，到底是真是假？太多保兵了就是对中间这火灾一定要你听火灾我来请问一你春湖里是不是就是老师呀是呀你听你为何了干呢咱要忘记的情永远不出出来为着今天小牙一足天水想未到让孤零死了我今年天性啊哪哪挂梦的我就可有一路兵就在韩部啊当年快快就会救出了韩部了这位是包大人弟弟
你讲二十年前什么代志？安尼回哥哥，我听无啊。铁同海虽然含糊，阿兄不了解，我是你面面相觑当时，观察你的身相，你分明坐察是非。来，你书记官职，含糊不清。带领天大冤枉，你甲看，看出了物件，已经这么长久的岁月了，迄字也未清楚，唔知什么人。做代志要咱无乱话，所以恁当外囝，闹这种代志，爸囝天生自亲，这囝是我的，我老婆娘跟恁生出活动，龙叔断的，老师死了，在我面前受苦，大叔含苞待放，三宝待见，客村结婚，你要完成这个。满天归海，一坨在你一手，我不打不跳，你不打不跳，阿金龙，韩波阿龙，当到你是多笨，这位名唤三林啊，
也来见过包立伯。包立伯，你处理了吗？无唔对，林公主身上一表人才。多谢你的儿子，我嘛感觉讲哦，这太合味啊。所以哦，我头拄仔就无听恁伫咧讲啥物。啊，既然代志都拢煞，你就无代志了吼。弟弟呀，来来来。洪财这是高飞之天啊！那我有关机灵，对旁边去无露出，何曾是飞熊的家己？林伯啊，你观察生态的问题啊！既然你都在咧讲啊，我就讲予你了解。不对啦，啊，若讲林伯啊，迄个就是志同海的查某囝，林财我杀伊偌久啊，我偌希望娶伊做某的咧，也毋讲。我老爸就怕伊，我唔敢甲伊讲。我老爸，你跟我生条毛当三公，我想要娶伊啊！志同海母女，老爸，这龙才，一位绿毛，这是天作之合，我真想。我向你订亲，谢谢你，你比你人家好诶。贤弟，娘，第一次行，如出将才，难解动人，乐太动人。当朝祝我表明，加以志同海努力，心思你应该就像心目的好分数啊！哈哈，外人由我来做。有人这查某囡仔，我早就先教了。既然佫包年了，你伫要送话人，我要让反对的道理，同意，同意呀！是哦，志同汉，变家乡，若是你无足亏心数啊，现时你可以大大方方，来来来，我包叔叔一日谈，旁边去为你。千金，乃是汉家少爷，欢迎干。外人由我出钱，是不是你出的邀请？应该人带有这么个好分数啊！看查某囝，会应承啊？林永林看起来如此的调度，你是惊讲是老？别心魂不相通，哪知了你多是多路路，阿连的为连相判，不分干净，未来天兵中午，我不用你罗袍再出水，拿了钱加不光的丢，都休想你留别人分数。你硬气的，爱出钱，我硬气的，爱出钱气的。哎呀，我要是要那出相我呀！人生穷生叫你了，你在做什么呀？啊？什么？大兄，别不是错什么？你搞错错错！是为个你志同海，你卖我良心，你既然欺骗我，将我后生都这个囝，你怎地了？不可能！不可能，我心肝定，这里怎么让你这么衰？阿爹对不起，放开！你做什么？你把我拿掉！爹，我听志同阿爹讲的，你开笑，我才是你爹，你智商不只老在，叫咩人开玩笑？我搁着在想我，是安怎我的囝仔这里拢不拢想不想？志同阿爹，我就相信。你今天来这个，你来。